各位同学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《商务谈判》第四讲。今天我们很难得邀请到讲座教授陈明德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商务谈判》第四讲——谈判的心理游戏。谢谢各位同学。本讲次的重点一，接受对方作为我们谈判的伙伴，是相当重要的修养。 二、高人际取向和低人际取向的谈判代表；三、在谈判中经常使用的战术是威胁；四、太多情绪化筹码会压垮谈判桌；五、谈判让步的原则；谈判的架构就是由。 权力游戏和心理游戏来构成的。那权力游戏，我们上个讲次最后我们讲到谈判要软硬兼施。软硬兼施，先讲硬的部分。硬的部分就是说，当你在谈判的时候采取硬的态度的时候，你只要让对方相信说你说得到做得到，而且在适当的时机也可以有转缓的余地。 这是很自然的。如果谈判任何一方采取强硬的态度，一直强到强到底，从头强到尾，那谁和你再谈呢？破局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破局了，对所以只要强到让对方相信我说到会做到，就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就像啊，老布希和那个海山，伊拉克的海山、啊、在谈，最后希望还这个海山呢、啊、要撤出撤军科威特，从科威进科威特撤军。 谈了三十多次，还是没有答应。不但没有答应，还羞辱他，说他美国是一个纸老虎。那老布希好言相劝，最后没有办法，相信他说到会做到，所以最后只要打了嘛。就硬着头皮打，硬着头皮打，那、嗯、没有办法了，<對>破裂了嘛，<對>破裂那只好打了，因为太强硬，哎，太强硬了，哎。可是软呢、啊？我们软可以，软是让步，在谈判的时候让步是必要的。 但是不能给人家看成软弱啊對！对啊，你看成软弱你就完蛋有。有所让，有所不让。对，可是软弱的话就不行。那什么叫做软弱呢？因为你在谈判的时候，本来你可以让一百块，结果你不让一百块，人家和你讨价还价，你说从五十块开始让起啊，当然对方不满意啊，那继续和你再讨价还价啊，你越让越多，越让越多，最后再让到一百块。 这样的让步方式是不对的，这好像是，你是被逼出来的。对对，你这个让步好像让人家感觉是被逼出来的，这心理游戏很重要。被逼出来那就不对了，那这个谈判就不行。了。你要先让三十，再让五十。不是，你让五十块，可人家你可以让一百块，结果你从五十块谈起，不要这样让，叫不等不量嘛。你干脆你可以让一百块，就很很。 坦诚的和他讲，你像比如说一九八六年的台美贸易谈判，<对>美国谈判代表 U s t 啊，希望我们的谈判代表王建轩先生他取消这个，答应取消这个公卖制度。<对>可是公卖制度是我们行之有人的这个内政制度，这个是按谈判的主题对对对这个偏离了，对，好根本违背了，所以王建轩先生是王建轩呢就马上啊断然的拒绝。 这是很正确的嘛？可是这个方面我很强硬，因为我们谈判的议题不是这个。可是另一方面谈到关税减让、开放市场，那王建煊他就、哎、大方的,大方的请示我们那时候的财政部长郭万哎，这个郭万龙先生、郭万郭龙小姐嘿，哎、<對 S 1> 那郭万龙部长他说可以让的，美国进口的这个化妆品啊，我们税收很少、啊，尽量就这个这个部分这一项目呢，就让多一点给他。所以像这样。 啊，从四十五趴就降到十七趴，对,對，啊，让他很高兴呢、啊，可以去交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让一百块，你就干脆就让一百块。美个人吓一跳，吓一,一跳，哦、喔，<王>那就代表我很诚意嘛。我在谈判很诚意。所以那时候给王建新代表呢取了一个雅号，叫做小“小钢炮” <對 S 1> 對對對。小钢炮。哎，在谈判的时候，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嗯，当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可是你仍然坚守你的基本的立场，哎、欸，这样人家会看得看得起你啊。 不然你再摇摇摆摆的话，人家看不起。同学可能不知道啊，嗯、我们现在邱老师特别提到的王建先哈，嗯，就这两，就就这几周了啊，在我们上课这几周啊，他非常出名。我没有说，呃，有意思要提到他，因为刚好这个个案是他代表，他也是代表。對對對對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，接受对方是作为我们谈判的伙伴。 你一定要接受他。你如果永远把他看成敌人，那怎么来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谈，没有办法谈。我们台湾就是有这种情况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对对目就<前>是，就你把他看成敌人，敌人怎么和你解决问题了、啊？<對>你要看作解决问题的伙伴。你不管喜欢不喜欢这个谈判代表，你他所代表的是那个后面那个冷冰冰的政府。这个政府你喜欢不喜欢都没有关系，可是这个谈判代表不是冷冰冰的，是一个。 有血有肉、有七情六欲的、有个性的、有个性的这个谈判代表，这就是最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突破点。没错，嗯，对。谈判的人际关系若能够有这样的润滑剂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突破点。对，因为每一个谈判代表多多少少都有他自由裁量的这个空间呐、啊。好，当然、啊、在我们在这个自由裁量的空间来争取最大的利益。 接下来呢，我来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给各位啊，做一个这个思考。所以说，日本人，日本人在拒绝对方的时候，啊、哦，这个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模棱两可，嘿，他是模棱两可。可日本人是绝对模棱两可,可,可你。你以为他答应你了？他是很委婉的和你拒绝。对对。对对对对他为了顾虑到你的立场、<面>你的面子问题，对对所以日本人，我们觉得他说很有文化、很文明的一个民族。 事实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哈，比如说，诶、欸，有同事问你，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参加某某人的生日的宴会啊 party 啊？可是啊、哦，我我还有工作要做。如果我几乎所有的日本人、啊、他不想去的话，<對>他不会说我不想去。對對對我现在工作也蛮不想去，他不会这样讲。如果他说他一定先肯定，嘿，先讲 S，他说我很想去哦，嗯、哦某某人的生日 party 那很好啊。 哎、欸，我很想去，可是我现在还有一大堆工作还没做完呢、欸、我,我就能赶如果早一点做完，對我会打电话给你、這個、和你弄。这个就是日本人、啊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听到这样就了解他是在拒绝，可是外国人不懂啊，外国人不懂他是在拒绝、啊，对不对？那美国人就不一样，美国人在谈判不一样，没有几分钟就和你很热络啊，称兄道弟啊，拍拍你的肩膀。哎、欸，你以为他和你称兄道弟，该拒绝的时候。 他还是毫不留情的拒绝，对，所以说谈判就心理游戏很重要，因为谈判是要跨有国际谈判，国际事务的谈判是跨越国界，难就难在这边呢，跨越国界就有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文化塑造出很多不同的这个价值偏好，对不对？价值观都不一样，所以说，好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球类比赛也好，全世界球类比赛。 不管不同文化的人、不同国籍的人在比赛，球技啦、啊、不一样啦，哦，策略不一样啦、啊，语言不一样。可是球赛的规则，你看足球比赛的规则是一样的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来和各位特别来介绍这一点，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一个诶、欸，表现在他的谈判的里面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日本人呢、啊，你根本要了解他和你谈判他的步骤。 他如果要拒绝你，一定是这样：yes，先肯定，然后在 b 哎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 f 怎么样？如果怎么样，我会要怎么样？对对，没错，这是日本人的他们方式，解释很传神的。美国人搞不懂日本这样，啊，对对，中共也搞不懂，因为因为他有仇恨啊，中共有仇。哦，我们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统治啊，老一辈的人已经了解日本文化的背景是什么。 啊，所以对对对所以邱邱老师刚刚讲这个啊，可以带给同学一个非常深入、而而务实的一个观念啊。好，那所以说谈判有时候也要说不。记得那个日本的那个 Sony 的董事长啊，盛田昭夫，嗯、和那个时任盛太郎，东京从当东京市的市长，哎，东京都的市长啊，他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说不的日本》。 日本人很会说，不但会说不，还有碰到了委屈，他也不说，他就一直忍耐，一直忍耐。然后这他们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样是哎、欸、一种男子气概的表现。<laughs> 对。所以你看那个啤酒，这三宝罗啤酒在广告，那个高昌见啊，對,对不对？早期那個高昌就在广告，啊，他广告就讲了，对不对？他说。 这个男人多说无益，三宝罗啤酒<的>哦，这个广告红起来了，红起来，哎，因为这正好符合日本人的想法，哎<的>，多说无益啊，在喝啤酒就对了，就是一种男子气概的表现，嗯、所以他们日本人男子气概是受了委屈也不讲，哎、嗯嗯嗯，这是他们的民族性，啊，特别要哎和各位同仁<上>介绍。晚上没事。 也不能早回家。<laughs> 这个日本人的个性强调 <laughs> 男子气概。<laughs> <氣>我朋友很多，其实躲在树荫下在吃便当。<laughs> 好，那第二点呢？第二点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点就是在谈判的时候呢，难免会碰到有高人际取向和低人际取向的这个谈判代表。那什么叫做高人际取向？它英文是 interpersonal 啊 orientation。那高人际取向的谈判代表。 他表现在谈判桌上的行为是不一样的。高年级取向就是说，你对我好，你进了三分，我会还你七分；你对我好，我一定会加倍的奉还你。可是如果你对我不好，那此仇不报非君子啊，是不是、啊？这就是高年级取向的啊一个谈判代表。那低年级取向的谈判代表呢？他不管，他不在乎。 他不在乎你怎么想，其实他比较务实，他比较务实。对，低人际取向，他讲好听一点是真的比较务实。对，他不管你对我好不好，啊，好不好都无所谓，我尽量的要达成他的目标，达成我的目标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很冷静，怎么样？哎，达成我的目标，你对我好不好都无所谓。没错，哎，这就是低人际取向的这谈判代表。那你碰到这一种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谈判代表，你的谈判的思维？ 表现出来的谈判行为一定是要不一样的。对，啊，你不要指鹿为马，那就很难很难操作了啊，那操作。其实蛮符合中国古代啊，我们谈到的那成语哈，近人者人恒敬之。对对对。高高人际取向，你你刚刚都有提到，此仇不报挥君子。啊这个这个高人际取向在谈判过程中，各位同学必须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，你不要以为你跟美国人谈判呢。 刚邱老师特别强得哈拉哈拉，很高兴。嗯、可是我告诉你，该拒绝的时候该拒绝，毫不留情、欸，完全不留情。留情啊、好，好好你继续吧。嗯，接下来第三点，我们要来谈到心理游戏的。我们经常在谈判桌上会使用威胁的这个手段。事实<對>上，威胁的手段，以谈判的角度来讲，那是一种让步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。 工会和资方在谈判，劳方资方在谈判。那劳方当然要求加薪了，啊，大部分都是大部分都是为了这个问题，加薪的问题啊来谈判。那资方没有马上答应，最后劳方就给资方下个最后通牒，说我们劳方啊已经开会决定，限你五天之内，限你五天之内啊。 要对我们提出的哈、啊，比如说提出的问题，比如说加薪的问题等等，做出明确的答复，哦，或对工会有利的方案，不然的话，五天以后我们立即发动全场大罢工，工我们是会收到做到的，嗯、啊，这就是威胁吧？对,對。可是这个威胁，那等于就是让步，为什么呢？五天一过，你不是和他闹得不可开交了吗？两、嗯、个已经僵在那边了，你现在变成五天了， 啊，五天就是烂步了嘛。嗯、那所以说，烂步的意义在在这边，威胁是烂步的意义在这边。如果你同意我的话，我就不对你惩罚。其实邱老师，欸、邱老师，你可以在引哈，前一阵子台湾立法院的监察委员选举的时候啊，嗯嗯嗯、那么民进党不是包围主席台吗？欸、他要求什么呢？要求说你不准亮票，不准怎么样。 有没有？所以弄成国会自主，其实这个两两股势力在争执的，那这个就是一种威胁。可是最后呢，立法院立法院长他偏向，那因為因为跟跟中央内阁啊、嗯嗯、有一点误会了啊，嗯、所以这次就开放了，所以就耍掉了十一个立呃监委了。嗯嗯、这个这个举例，他就用威胁论啊，达到了他的目的。那这一次整个执政党是兵败如山倒。 那那我们不谈那个，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威胁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。<對 S 1> 我向各位同学介绍，谈判不得已采用威胁、利用。事实上，威胁是一种让步，不是说啊，所以威胁就是你占上风才會要威胁对方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已经让步了啊。但我们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样？在谈判的时候，必要的时候不要用威胁，用警告最好。像刚才那个逼，因为威胁就是没有。 就是没有再转圜的余地了嘛，没有退路了，没有退路,路嘛，走<對>不出活棋了嘛，对对，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你用警告就好，啊，警告不行，再下一步，哎，警告，比如说刚才那个啊，你就和劳方就按资方讲，我们开会决定了啊，啊，这我们劳方所提出来的问题，我们希望啊，资方能够在啊五天之内啊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。那我们也知道呢，资方的。 困难的地方，哦，啊，五天会不会太少啊？哦，因为谈判给的期限要合理啊。哦，会不会太少？如果啊，还五天可你可以做得到的话，尽量我们尽量在五天之内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啊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这样好不好？那工会那边我会来安抚，这五天之内我会尽量安抚他们。这个语气和刚才讲的就不一样了，哦，所以我们第三点心理游戏一直在，哎、欸。 和各位来介绍说，威胁有在谈判的时候是经常会用到，但是尽量避免。要用威胁的话，倒不如用先警告对方，先警告对方。好，那第四个心理游戏呢？第四个心理游戏，就是说，太多情绪化的这个筹码，会把谈判桌压垮。 有没有抽象议题使谈判的结构反而变得更僵化的情形？太多了。像我我最熟悉的，因为我学国贸的，在一九八六年那种台美 N 九谈判就是一个例子。N 九谈判的前提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台湾对美国的顺差那个时候太大了，啊太大。从民国七十二年就是一九八三到民一九八六，每年都是一百多亿的啊，曾经高到每年一百八十亿美金的这个顺差。 到了七十五年，明就一九八六年，我们都外汇存底，我们的顺差，我们顺差大部分都是劳务的收，哎、欸，这个这个这个贸哎、欸、经常账的收入，这经常的收入大部分都是有形的贸易，这、就是很了不起的，表示我们钱都用这赚钱来的，<對>真正赚的钱来的。<對>所以说七百多亿啊，外汇啊，外汇存底有七百多亿，<對>大部分都经常账的收入，这个了不起了。从<對>那时候台湾就开始起飞了，對,对不对？ 所以说美国不得不啊，因为你赚了那么多钱，那你要尽量买我们的产品啊，包括我们的香烟啊、烈酒，因为那我们台湾那时候对这个啊烈酒的这个消消耗很大、啊，曾经都一人喝掉两条高速公路啊，嗯、对不对？九百、哎、多亿啊，<是的 S 1> 对不对？喝那个以前都喝喝那个 SO 啊，对对？好，所以美国要和他们谈判，他们的香烟跟烈酒，可是香烟跟烈酒要进来，就是要购买利益要降低。 我们不征关税，所以关卖利益一定要降低。那时候叫，因为我们有关卖制度嘛，那所以关卖利益要降低。那我们是同意的，这一点我们是同意的。可是，可是呢，这牵涉到，比如说，我们同意降低关税、开放市场啊。第二个，我们呃、欸，他们也要求我们要开放，同意了。这个仓储，你进来，你不能说啊，进呃二十个货柜卖二十个货柜，不可能这样嘛，那没有那么准的嘛，对不对啊？ 进来二十個,個,个，那卖十五个，哈，好卖销售十五个，那都都多的就存在仓库里面，这得要谈了，我们不准呢、欸，嗯、我们不准，甚至还要广告，广告过我尽量来这个，他们的啊，恩友多好啊，酒友多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希望我们多抽烟多管的，多多,多喝喝酒，那多抽烟多喝酒，啊，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害呀、啊，不<好>啊、对不对？<laughs> 對所以我们谈判代表这个 N V 染到最后，哎、欸，代表。 我们谈判的那些官员，经济部的官员说：“欸、拜托啊，那这样大家都来鼓励大家啊，多抽烟、多喝酒，那我不是变成民主的罪人吗？他被民族主义掺杂在。哇，这个民族主义一掺杂进去對對，对，那就不得了了。那不得了了，因为民族主,主义、公平、荣誉等等<對>这些抽象的议题，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。对对对，對對这不能打折扣的，这怎么谈呢、啊？所以说，反烟运动都兴起了。” 哇，wow, 所以那个时候就卡住在里面，太多情绪化的筹码太多了，<對>就会将谈判桌哎压垮。没错<錯>。可是情绪化的筹码也不是不好啊，嗯嗯、啊，适度的情绪化筹码，比如说我们那个交情怎么样，对不对、嗯嗯、啊？那哎，这个总是也是好的了。但是太多的情绪化的筹码会将谈判桌压垮。对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要来谈到。 第五个很关键，最后一个叫做谈判的让步。让步在所有谈判里面，心理游戏里面是最重要的。我特别要和各位做介绍，让步一定有让步的规则。它有三个很重要的规则：第一，让步的速度不能太快；没错<錯>。第二个，让步的幅度不能太大，且要递减，不能递增哦。嗯、<哼>啊，那递增你就提高对方对你的期待了啊。第三，频率不可太高。 这让步的次数不,不能太多，不能太多。频率就是让步的次数不能太多。根据这三个原则，我来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。好，第一，假设有一件这个衣服要卖方要卖六百八，那最多只能够议价八十块，嗯、意思就是说他最多只能够哎让八十块，他六百块要可以卖，嗯、啊低于六百块他就不卖了。嗯 下面有四种不同的让步方式啊，大概啦，应该还有很多了，哎，但是这四个是最主要的让步的方式。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最理想啊？第一，六百八，买方和你讨价还价，你马上降价八十块，嗯、这样好吗？<話>卖方马上降价八十块，<對>这马上坐上谈判桌未谈就先输了，就把底牌都先给对方看了嘛。买方一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和你一讨价还价。 啊，康德窝火，你就马上，哎、欸，有反应了、啊。可见你还有空间，还有空间。对，他他他会，他继续和你谈，对，一定的，继续和你谈。嗯、那这谈判可能就破裂，有可能就破裂了。对，好，第二，第二个让步方法是，哎、欸，先让三十块，六百五，嗯，满分不满意？继续和你谈，啊，再让五十块。 这个让步方法不好，因为你从三十块又一直在让對對對對让五十块，啊，越让越多，那 <對對 S 2> 就提升对方买方对你的期待，期待更深这不好，这不好，这难这就没有交集了嘛。對對對好，第三个方法，第一次让五十块，啊，六百三，再讨价还价，好，再让十块，越让越少，代表你已经没有没有空间可以让了。这个让步方法一定是比上一个好。好。 还有一个，这个蛮重要的，就有这种没有学过谈判的，所以谈判要学，就这样啊。他六百八一直不让，嗯，买方看他讲了那么久了啊，他五分钟十分钟他都不让了、啊，一定要六百八才卖，这有什么缺点呢、啊？第一，如果买方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买方。 好，你不让我继续谈呢？我不相信你不让，可是你真的不要让啊？不要让那怎么办？那两两两最后两个果，两个结果，一个破裂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不买了嘛？不买了，哎呀，啊，真的啊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，他就去买别家的了，别的品牌的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就吵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会产生的。好，第二个，买方如果是意志薄弱。 一个意志坚强，一个意志薄弱，表表意意志薄弱，这个不一样哦。意志薄弱的，他说不定他你谈了五分钟，你都不让他，结果意志很薄弱，他想说啊，不让就算了，就走了，掉头就走了。事实上，你心里在想说，你再继续到他谈，我、哦、还会让。可是他意志薄弱的，所以这两种人都会出现在谈判里面。我们说，谈判就是在一种正反面的思考，哦。 讲明白一点，就是一个理性的逻辑，感性的思考。裁判的氛围也很重要，所以你看那个哎温家宝在谈 ECFA 的时候，他提出三个原则原则。哦、他说 ECFA 的谈判有三个原则，第一个平等协商，就当然我们要的，那个一个谈判的代表都谈判的这个对手都是要平等协商啊。第二个互利双赢。第三个他讲的这才重要，在谈判的时候这心理游戏，彼此照顾对方的感觉。 彼此要照顾对方的感觉。我我那这个讲这句话，让我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这个谈话啊，让我想到说，哎、欸，以前我们有一位诶、欸、这个经济部诶、欸、教育部长蒋院士啊，<好>那时候陈履安先生当这个政务次长，陈元安當政务次长部长会议诶、欸、部内的这个部会议，部长没有主持的话，是由政务次长来主持。 他每次都先到，因为部长告诉他你要先到，因为在教育部这些观念都是大家都是前辈，你算后辈嘛，晚辈嘛，晚辈嘛，哦，那你在晚辈的话要先到，你看他是前辈，为什么？九点开会，八点一过他们大家都陆续来了，陆续来在干什么？还没开，还没谈判呢，照顾人家的感觉。 啊，问候一下啦，哎、欸，你最近好不好啊？啊，有没有三高啊？啊，我介绍你到哪一家医院去看啊。你看，哇，这个嘘寒问暖，嘘寒问暖，这个非常好，让人家这感觉很不错、啊，对不对？感觉也不错，所以说，感觉实在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谈的这、欸，五个原则啊，就是心理游戏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请陈教授再来做一个、欸、，e n d i n g 我想啊，刚刚邱老师讲得非常清楚，他五个步骤了哈，就是谈判必须双方面啊啊 u p 低不能太硬，啊也不能太软，啊我我我们也希望各位同学，呃能在近代从政治面也好，商务面也好，我们多去想想看哈、啊，从报纸上的登出来呢，你也可以引发你的思维，好不好？那么我我想邱教授写的那个教本啊。 他非常非常的务实了，以一般一般的教本，各位同学都可以看得到啊，比较理论性，它是理论跟实物啊交叉搭配啊，所以我我想会带给所有的同学呢，呃，非常多的见解，呃，跟跟了解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再补充一下，因为这个谈判的心理游戏，不是说我比较偏好政治性的这个这个谈判，因为这些实在是很。 高层次的谈判，很多同学呢、啊、都认为说啊，你谈那么高层次的谈判的个案，那他对我来讲太遥远了。可是你一定要有国际观呐、啊。对、欸。我们谈判不是那些每天都搞着那些啊，那些那个拉拉杂杂的、就是、買在买东西、欸、买东西、卖东西那一种，那個、那大家都只追,只追求便宜的那那种谈判不叫不算那谈判，不算真正的谈判。那国际性的这个谈判才是很重要，所以。 大陆和我们台湾在谈判，尤其是温家宝先生啊，他的谈判的这个技巧哦，这相当厉害。他是哎软硬兼施。他不是，他会引古诗。嗨、哎，这个才厉害。对对对对对哇，一练起来啊，让人家<對>哎呦有水准啊。对。所以同学哈、啊，尽量去看看呢、啊，国际上的谈判，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呃这个是啊离我很远，有一天你就会碰到，嗯、好不好？那。 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例子，我们再讲温家宝先生再讲介绍一下，他这个感性的这个诉求，okay, okay. 但是他也有他强硬的一方面呢、啊。对、哦<錯>，啊，没错。他说啊，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是兄弟，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。华山再高，顶有过路，这是软的一面。可是硬的一面呢、啊，他讲《富春山居图》，现在一半在杭。 杭州的这个博物馆，一半在台北的故宫、哎。对，话有如此，人何以堪呐、啊？<對>这就是温家宝先生的温情出招啊。温家说，表现的更为细腻的软硬兼施的一个手法，我们值得学习的，<對>值得我们来学习。好,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